想尝试卡牌游戏，但又觉得太复杂吗？来试试看这款只需要左右选择的超简单卡牌游戏《星陨传说》。每次出发前，玩家要选择一个角色战斗，战斗时要注意生命值、行动点数、行动次数。四位角色都有属于自己固定的卡牌组合，像是战士有需要消耗高行动，但也能带来高攻击的卡片。刺客则有许多能够补充行动次数的卡片，靠着一回合大量的攻击次数取胜。而捕食和法师则有消耗充能点数的法术卡，不像另外两个职业只能依赖行动点数，就看玩家想要投资强化哪一种卡片来一路取胜。有趣的是，无论战斗或是遭遇事件，只需要左右滑卡来做出选择，让游戏节奏充满畅快感。不过途中只要死亡，就得要全部重新来过。来看看你能不能一口气撑到最终 BOSS 吧。